九月，北欧森林经历了2个月最旺盛的新陈代谢，温度、水分、养分、光照都调整到最适合各类真菌生长的窗口。一场秋雨过，蘑菇季开启，在2周内进入全盛。小白如我，信心满满，做足功课后也要走进森林寻觅一番。今天的小目标，采5斤鸡油菌，1斤熬奶油浓汤，2斤送朋友。2斤去市场叫卖，Let's go。